厕所还不错，热水刚刚试了，很快来，而且水量也够。房间没有我想象的大，可是也 OK 了，也是挺温馨的，至少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憋啦，还 OK 了。外面的景不是那么好，可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植物。而且我又可以把窗户打开，我觉得很冷，我要来休息一下。这几天一直都有拉肚子，这边可以看到这些树啊，感觉还不错的。你看，其实蛮多房间的。这棵树很壮观，像神木级的树。有附什么？有蛋，然后香菇，还有什么？后面那一排是什么？豆子啊。OK。那盘子都热热的，很舒服。我都是又照相又录影的，它后面有一丛茉莉花，很香。没什么人走，现在很好，水也蛮干净啊。然后很多那种，这是应该是私人的帆船吧，他们的船就是停在这边，是帆船的停船场。现在要走去 CV Service Center 上厕所。